下一届青年国会将在明年七月份召开，而在这几天，120位国会议员也都公布了所选青年代表的名单。这些青年代表通过层层筛选，将最能代表各方声音的年轻人聚集了起来。青年国会活动起始于1994年，每3到4年举行一次，各议员都会通过考试、面试等途径选出代表自己的青年人，在国会上进行模拟辩论。国家党国会议员杨健博士依旧选择了一位华人青年代表，来自 Ranking Tutu College 的11年级学生黄威清。我非常先是非常感谢杨健议员能给我这个机会参加国会，我觉得能代表我们新西兰华人青年的声音，觉得感到非常荣幸。我也非常期待这个机会，因为我可以跟新西兰各地的青年讨论议题啊，交流我们的意见，所以可以把我们华人青年的声音传递给我们大家新西兰人知道。杨健博士表示，这次青年国会议员的竞争十分激烈，但在考虑学生成绩的同时，更重要的是热爱公益活动，具备良好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，最重要的是要知道华社所要想表达的想法。我觉得其实上我们青年人是有很多的意见，所以我是想做一个就像桥梁的作用，把我们的意见带到国会上去。然后我也觉得其实上我们新一代的青年华人都不仅仅是很注重学习，也是更关心着社会啊，参加不少的社会活动，还做出了很多对社会的贡献，所以我非常想把这个形象展示给我们新西兰朋友们都知道。黄维清同学强调，他非常荣幸能够获得本次机会，并会将年轻人的想法和心声传递到国会当中，如果青年朋友有什么意见或建议，可以直接告诉他。中视记者彭英凯、李若望采访报道。